确定真的要娶我？不然呢？真的。我们结婚吧。嗯，好啦，是要答应几次？我们换个大房子吧。嗯。你刚刚听到他们说的吗？你是说搬家吗？哎，重点是后面那句，留着重要的东西就好，其他的再买。你死定了啦，有我就不会有你，追剧谁在用你呀？你死定，你今天才死定，他们上班下班吃饭做事哪个时间不看着我？我想我是安心了，反正冬天夏天都要暖气冷气嘛。谁搬家还会留冷气啊？气你还是旧的。那我不是跟你同梯？对，我一天工作24小时全年无休，要什么留下来当然是带我。是我，是我，是我。但是没有我，就算有冰箱也做不成豆浆果汁，没有冰淇淋也被坐到电视前面，而且没有我做出来的花生酱，主任在电脑前工作的面包也没有东西配，而且要是没有暖暖的浓汤或是冰凉的冰沙，不管是夏天或冬天，他们也不会在家只开着空调。八大智慧功能一键搞定，一机底食机一机搞定。所以现在已经用不到的是，连口智慧养生机，你家最重要的领导者。哎，你能不能轻松的让我睡啊？哎，老冷静，等着我来。